艺兴背着呢，也拍出张艺兴。其实拍照的时候问的是张艺兴，迪丽热巴在哪？要不就迪丽热巴，保迪丽热巴。但你能保证迪丽热巴都说真话吗？咱们得保护好那个迪丽热巴。你是迪丽热巴吗？好像是热巴他们。如果是迪丽热巴第一个出来，他直接按我了。热巴直接画完了，画完包以后，迪丽热巴直接从后面砰的敲击了我。于是乎，我把这个包要交给了迪丽热巴，同学，迪丽热巴同学的包给我。哇，迪丽热巴，热巴，你刚是不是有说你念了他？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，然后他也非常的勤快，然后也非常认真，希望他照顾好身体，然后每天可以早睡觉。张艺兴就是那种之前看就是我。